就是谢谢大家的肯定啊，对吧、啊？就是谢谢大家用这么专业的角度去颁发这个奖给我了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就是第一年嘛，就可以拿这个奖，其实很大的动力，就是明年、后年之后的生涯，就是一定要好好继续努力维持住，不要辜负这个奖，这样子。感言哦，我觉得主要还是感谢啊，就感谢我真的所有帮助过我，还有我的后勤人员、训练我的人、教练、体能教练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我的队友，就我队友真的是就像家人一样，就是他们我在场上他们在照顾我，在场下他们还是一样在照顾我，对啊，就谢谢他们。我现在想到了应该我要你爱吧，美秀集团的。一句就好。我要你爱，我要你为了我变坏，你的心一定被我攻占。谢谢。